什么东西？男生是名字的，知道你什么儿子？儿子，对，亲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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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给你一个名片。他签唱会的时候，他那个记者大部分很赞。像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你儿子。对啊，非常期待看到这部音乐神剧《狮子王》。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，尤其最近又是疫情的高峰，很需要这些激励人心的力量来滋长、壮大我们的生命力。所以这是你第一次看音乐剧吗？还是之前有看过？这么正式的到场观看，应该是第一次。那有没有桥段？我想音乐和视觉的响应是我最期待的部分，可以透过台上的演员们他们的肢体，还有所有的硬体、软体的设施带给我们的经验，去丰沛一下我们很干渴的心灵。所以看音乐剧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吗？因为最近就是有一些……不会，我的心情一直都蛮好的。对对，因为在筹备十周年的写真集，那月底要出发去拍摄了，那会是将近9天的拍摄时间，所以最近都很专心的在自己身上去做筹备。可以再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主题的写真集？主要就是回馈这10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大家，会给满满的诚意。哦，所以会露胸的身材吗？一定会，一定会，这基本的，基本的，对。那有特别在锻炼自己身体？有，就是不断的做很多讨皮痛的美容课程啊，还有运动啊，还有饮食控制等等的。最近陈怡的事情有没有让你就是心情？我想在这么好的场合就不应该再提到。所以这件事有在处理吗？之前都有给回应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